一般的咖喱饭便当少说要50块钱以上，不过台北县三重却有一家咖喱饭，满满一盘只要30元，里头的肉块、马铃薯料好又实在，老店经营20多年都没有涨过价。香喷喷的白米饭淋上够味咖喱酱，满满一盘填饱肚子，好满足。猪肉块、马铃薯、红萝卜加上洋葱提味，一般要吃到这种分量的咖喱饭，少说50元跑不掉。不过在台北县三重这家店，30元就搞定。进口印度咖喱啊，啊叫个锅盖饭卤煮啊，我靠咧卖拢嘛卖50块、40块、50块，但是有较大半就输啦，但是无咱的迄个气味啦。几乎只要外面一半价钱，老板却很有自信，咖喱饭料多实在，酱汁也够浓稠，吸引不少顾客上门。别地方都大概一盘要50-60块，他这边才30块，半价。吃起来真的很口感很好，料真的很多，所以吃起来像我们家人都很爱吃这家的咖喱。老字号咖喱饭已经经营20几年，没有涨过价，生意兴隆不只靠口碑，最重要的是超便宜的价钱，民众也能吃到美味咖喱饭。我们的咖喱饭上少，会当台北上少的，无也卖30块。东森新闻黄敏、孟唐、杨凯台北报道。